我操，青菜排骨腊肉，还有竹笋，呛到了，有些姐妹她问我吃这个粉为什么要眼睛总是皱着眉头，我就怕这个油啊粘到我眼睛里面去，是吗？这粉辣得很，等过两天没流鼻涕就给你吃了。这是农村土鸡蛋，我妈家带来的。
太烦了。这个大嘴鳄他们家的无骨鸡爪啊，好久没吃了，是去骨留筋了，来，姐妹们，大嘴鳄火山石烤肠来了啊！有两种口味，有胡椒味和原味啊。我吃的是胡椒味的，烤、煎、炸、煮、炒都可以。非常划算，这个不是发霉啊，这是胡椒里面，看，胡椒的有点辣。